你怎么不进来？你不是说我不知内吗？你倒是再往前走一步啊。命令解除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头好疼。不舒服就不要勉强。我。你在这休息。我一会儿自己一个人去演播室。嗯。还好吗？我就是有点心慌，可能是因为感冒的缘故。你发烧了？时空钥匙会在他的身体，难道和医院那场大火有关？他当时果然在医院。哦，等一下，王医生，有个单子您没签。罗琳阿姨。我是罗琳，好难受。对不起，母子，你再忍一会儿，我保证很快结束。罗琳，罗琳到底在哪儿？先好好休息，我去接受采访。睁开眼睛就好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还有工作，我必须要完成。别逞强了，我就在隔壁拍摄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陆总已经到了，楚奇先生，该您进去了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何以琛先生，我们都知道刚刚过去的《爱在西元前》演唱会取得了巨大成功。那么在这场演唱会之后，可以告诉我们 MTL 公司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动向吗？当然，公司将继续打造我们的男团 Supergiant 和女团 SAY， 新的演唱会也在企划中。哦，主席先生，作为男团的队长，你对自己的队员们有什么评价？我觉得我们的队员都很优秀，大家真心热爱音乐，很享受这种快乐。好的，现在是楚奇先生的专访时间。嗯，嗨，你在这里等谁呢？我吗？我在等楚奇呢，我是他的助理。助理？你把口罩摘下来给我看看。口罩？不行。啊？
我现在可以把它摘下来了。我感冒了，不能传染给你。你不认识我？认识啊，你是骆雨辰，骆总啊，你是我们公司最大的 boss 啊。我好像见过你。啊，骆总，你见过我？你是在孤岛上和楚奇在一起的那个女孩？是谁安排你做楚奇的助理的？是今天早上春姐通知我的。春姐。哎，嗨，楚奇，你出来了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不是在发烧吗？我好多了。这不是做好助理的自我修养吗？这是我外套还在休息室，去拿。好的，骆总再见。你不是？对，我现在喜欢上唱歌了，同时我也需要一个助理。你们看今天微博的热搜，楚奇身边惊现狐女。粉丝的微信群里面截图说，这狐女好像是新助理。什么狐女啊？那分明就是木子。木子？就她？平时怂得跟猫似的，还能成狐女？等等，她什么时候成我哥的助理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看，我刷到了之前的极光新闻，还带视频呢。是啊，最近怎么这么多极光？不会要出现什么地震灾难吧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佛经里记载的，当世界频繁出现极光，就是毁灭的时刻。佛经里什么时候说过这些？又是你杜撰的吧？反正肯定有预言这么说过。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演唱会的时候也出现了，现在这里又出现了，最近极光出现的也太频繁了吧。